早上还放着烧焦的锅，你最后一次问的是我到底还要什么。关了灯的饭厅桌边的我，坐了几夜还想不通到底你为何要走，可不可以请好好爱我，能不能够就好好爱我，当我还在想办法搞懂爱是什么。你是你恼羞的理由，我是你跑掉的借口，因为没有人能指着反驳，因为没有人曾被你爱过。吼吼吼吼，你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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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能走为何要停留？我想要能。